个美珠案精锐进出，之前被网友封为台语之神的谢龙介发挥战力，带动全场气氛。有没有你卖无？有没有你卖无？咱吃嘛紧啦，子孙袂使有吃着，对不对？那你卖，咱就甲变面，好无？好。小等下，咱要拼，手比起来，像我呢，啊，该当枪就爱枪。谢龙介说：“该冲就要冲。”接着果然带头冲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一二三！通过封锁线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警察跟我讲：“勇敢兄，我也是彰化来的，我爸爸也是养猪啊，我今天没办法，我在这边执法，你要原谅我。我穿着制服，我必须执法。”我把制服脱下来，我会跟你们站在一起。我们听得心很难过。国台语双声带都很溜，讲到快要掉眼泪。咱希望蔡总统甲林院长，恁应该冷静落来，听人民的心声，是不是真正为着要跟美国啊交换，必须要出卖台湾人的健康？那安尼，怕死我吃两剂，我都袂当放你耍。能不能凭三寸之舌扭转乾坤，实在难说。但谢龙介这一冲，已经让国民党的杯葛力道爆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